目前的安全形势给我们撤销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。真要遇到危险，第一条先把两队对了。叛军北上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快得多。确认一遍任务，撤离只能在边境的中共同胞，打通路途边境通道。没有救援，没有物资，没有通讯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办？你说的只是一种可能，而且是最差的那种。怎么办？因为难民，任何因为你们。我们一定在大家为家。